春生万物，万物归春，春之力聚。春生，都怪我，都怪我施法太慢，才导致立秋姐姐受伤。立冬，你真的不去看看吗？立春肯定能治好立秋的。立秋姐是为了保护我才被年兽伤害的，我没脸见大家。多亏了你这头智商超群的笨牛。抓他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骗我！都怪我，我也曾愧疚过，我不能让我的伙伴一直陷入这种糟糕的情绪中。我犯过很多错，但我每次都告诉我自己，就做出一些改变，下次不能再犯。就像这样，越蹦越高，越来越好。谢谢你，火牛。不是我们要找的。好香啊，是饺子的香味儿。火牛，最讨厌他一身红色。你们俩去吸引火牛的注意，我去搞饺子。是。嗨，大笨牛，我在这儿。做的好像啊。哎，我刚煮好的大蒜饺子呢。老大得手了，撤。手上的精灵，快快好转。陛下，你快去告诉立冬这个好消息。还有找机会宽慰一下立冬弟弟，我们休息一下就过去找你。好嘞，我一定要变快。立夏哥，我有事找你。我也有话对你说，来我房间。蜗牛，你等下喊立春姐来找我。立冬弟弟，立秋已经没事了，你确定要进行快速反应训练？我一定要改掉迟缓的缺点。开始吧。好，难度升级了。闭上眼睛，小心了，迎风变位。立冬，用魔法力量去感知。我没事，放心吧。立冬弟弟，速度要突破，心态也要突破。放心吧。他们在那边，训练成功了，立冬弟弟的速度变快很多哦。太好了，立冬，你太棒了。年兽不知道去哪儿了，我们不如先去买点芹菜。对，回家包饺子吃。等饺子好了，给火牛带着。
芹菜饺子太好吃了。我们要给爸爸妈妈留一点。你们说年兽现在会去哪儿呢？年兽吃了芹菜后能量暴涨，他会不会去芹菜基地继续偷吃芹菜？有道理，这次我一定要抓住年兽。立冬弟弟，你这速度都要比我快了。大蒜饺子太好吃了，可惜不如这个有能量。老大，我们再找找。这房子有点眼熟啊。老大，我们好像在宣传册上看到过这栋大楼。就是它。多摘点儿。吃吃吃，一整天不干正事儿。老大，我们的正事不就是吃吗？就在这边，我的秋叶追踪到了年兽的气息。年兽，快追！等到小树林再收拾他们。年兽，这次逃不了了。还真敢追过来！冰铺，冰铺！怎么回事？立冬的魔法怎么变得这么快了？牺牲了威力换来了速度，立冬，你在搞笑吗？不许嘲笑我弟弟，烈阳！我变快了，可为什么却更弱了？日升月落，节气加油！立冬，你改掉了迟缓的缺点。但也不能丢掉自己的特质哦。我要刻意追求速度，要发挥自己擅长的。我明白了。我的魔法特性是先蓄力后爆发，所以威力巨大。我可以加快施法，但不能省略蓄力。巨人掌，强化。冰瀑，一声欢迎。又给他逃掉了。立冬弟弟，太棒了。多摘点老大救我。立冬，宋·紫金霜。落水荷塘满眼枯，西风渐作北风呼。黄杨倔强犹一色，白桦幽柔已半疏。立冬是一个重要的节气，人们享受丰收，休养生息，期待来年的兴旺吉祥。我国的很多地方，立冬都被当作重要的节日来庆祝。在北方的一些地方，立冬要吃饺子，因为水饺外形似耳朵，人们认为吃了它，冬天耳朵就不受冻。人们会用倭瓜或者大白菜做饺子馅，还要蘸醋加蒜末吃，别有一番滋味。此外，每到立冬，人们还会忙着酿酒、腌菜、舂米，进行冬祝。大家要记得吃饺子哦！再见。